咱这样啊，今天呢，我们一会儿呢，我们还要给老师做个小仪式。碧霞呢，带闺女来了吗？今天没带，没带。那你给大家唱首歌吧，唱首歌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然后给老师过个生日，好不好？正好让人听听我这状态，该上课了。来来来。有山歌，尽情。